Hello，大家，好久没有 vlog 了。网上有很多人问我，人呢，干什么去了？我 vlog 在哪里？就是有点懒最近，然后最近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家玩呐、啊，然后带 Emily 出去玩，每天都在玩，没有什么正经事。那好，那我现在要准备一下，我们今天要去另外一个小镇。然后还要去看，橄榄球比赛，然后还去吃我们最喜欢吃的餐厅。那我今天就给大家 vlog 一下吧。哦，我穿的这个衣服是新买的，叫The Frankie Shop，我可能念错啊，不一定。然后最近买了很多他们这个牌子的衣服，我都觉得特别好看。有机会的话，等我有空了，给你们看一下吧。给你们看这个口红，灰灰的，是 Pomegranate，叫什么 Blue Star，就涂出来没有什么颜色，就有点像黑科技的感觉。哎呦，这个安全带不行，这个安全带系的不好，对，要自己好啊。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是大宝宝了，是不是啊？Everybody can you say hi？我们要去玩啦！我们来买一件衣服给 Everly，你等一下要去看。哦，要给他穿上这个衣服。哦，他已经选到他喜欢的了。没有人穿 mask。没有人。然后我们也可以买一件，你看一下。Christmas 要来了，超级可爱。Emily，Emily，下雨了。Bless you. 哦 Oh, there it goes. Bye bye. Bye. 又来了，最喜欢的餐厅。小南瓜。That's pretty, isn't it? You want a second? I'm not going to get it. Not at all. That's what I'm going to do. You're not going to get it. You're not going to get it. For the mojito，小朋友就喝水。我的吃的来了。Oh, that's rice. You got big girl rice. 好吗？Oh no, I can't see that. 骗骗我们是吧？I don't want to see your food. I'm gonna take it. 啊啊啊！那个 dinosaur？That's the T-Rex. Oh, is that really?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See a grill? Do you see cornhole? Did I fucking lie? No, you did not at all. I'd say 5%. 5%? Go find somebody you know. It's gonna be crazy if I can. Cash, credit card. To be the way that I find your classmates. Yeah. If they do 95 next, I kind of gotta go. Everybody has your ice cream. Go get it.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let's go. Let's go under the tent. Watch out. Hey, puppy. Wow, it's more than 25, I think. 今天又是玩耍的一天，开心的呀，小朋友。现在小朋友简直太开心了。昨天我们真的是后来落荒而逃，我们坐在那边看看那个橄榄球比赛嘛，可能看了，坐了也就最多3分钟吧。然后开始倾盆大雨，然后马上说走走走走走，不能再看，因为他们那个场馆里面是不允许带伞进去的，就是他们有规定，就如果你在里面打伞，你坐在前面，后面的人都看不见，知道吗？就是如果下雨了，就是大家基本上都是穿雨衣的，就是我们没有穿雨衣，也没有伞，所以我们就不能坐在那边，就狂下暴雨，然后马上就跑走了，后来就是很狼狈的跑回家。然后呢，今天因为我们在这个游乐场买了年卡，所以呢就是他们这边超级搞笑的，一天的日卡是票是75刀一个人，然后年卡是85刀一个人，就我想说，然后我们说谁会买日卡，就是大家基本上都是买的年卡，所以我们就是现在要撸这个年卡的羊毛，就是能来一有时间马上就来，刚才我女儿睡完睡午觉一起来，马上拖着就来了，开心哦小朋友，开心哦，你看他穿的睡像睡衣就来了，因为刚才在睡觉拖起来就来了。他们这边还有会有一些万圣节的
装饰什么南瓜什么的。我们来量个身高，这样每次就做那个项目的时候就不用再量。走，哎，等一下，把你的手拿出来，手给人家。Thank you. All right, you can go over there and get a bag. 你们去选一个，你要去选，你选一个，你要什么？ Put in the bag. Let's find you the bag. All right, that's it. Let's go see what's in the bag. Thank you. Yeah, you want to pick something? 因为他们今天这边小朋友都是 Snoopy 主题的，我们上次已经找 Snoopy 拍过照，对吧？我们要去坐小火车。又下雨了。爸比一个人坐在那边，要下雨了。Are you ready? 哦，哇，哇，转起来！哇！最喜欢的项目来了，除了开小汽车之外，应该开心，开飞机最开心了。笑死了。早上好 ，Ever， 你说早上好，你说好。我们要去上学了，开心，耶！好多小朋友，好可爱呢。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everybody. Aren't you just rainbows today? Yeah. It's so nice to see you. Come on, let's go wash your hands. Thank you. Thanks. Bye-bye.送完 Everly 了，然后现在他在学校里面，他在学校里面待三个小时，所以我有三个小时的自由时间，我来赶紧来逛一下。这个很可爱耶，恐龙，我现在特别迷恐龙，买这个吧，这个也可以，就是就变色的，画画的。喜欢画画的，或者天，这个杯子也太浮夸了吧，这个谁会买？买了一个新品。Thank you. Have a good day. You too. 买完了，我来尝一下这个咖啡。嗯，还不错，还可以，不是很甜。我对咖啡的要求就是不是很甜就可以。然后，之前没有跟大家更新嘛，因为。我说我之前也懒，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但其实 Everly 他去学校已经去了一个月了吧，已经快一个月了，还是一个月了。一个星期呢去三天，一三五，然后呢是每次是三个小时，早上的三个小时。那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放，就是我可以自己稍微的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可以想去哪里逛一下，或者去买些什么东西，就有时候不方便带着他的时候，就还挺好的。然后他就是我们一开始挺担心的嘛，就是担心他啊，他去学校不适应，然后在门口哭啊，不让我们走啊，抱大腿啊，各种躺地上啊，就是我们就设想了很多种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哎，但是没想到就上来两个星期的时候，他好像就是觉得还蛮新鲜的，然后有稍微有点懵，就是他好像还不知道就是我们就是不跟他一起玩的，他是自己在那边玩的。然后他到了之后，我们就把他交给老师，我们就转身就走了，就是再见也不说的，就马上逃走，你知道吗？然后等到第三个星期的时候，他好像有一点知道了，就是知道哦，去学校是他自己在那边跟小朋友老师玩，就是爸爸妈妈不可以在那边的。然后他就有两天，他就是站在门口就不太想进去。然后从车上下来的时候，他就知道去学校了嘛，他就认出来这个停车场啊什么，他就认出来了，他就要爸爸抱，他就不想自己走了，他就抱着他爸，然后不想进去嘛。然后他们老师其实已经很有经验了嘛，就说哎呀你今天穿的什么好看的啊，然后说哎呀你快过来看我们小朋友里面在玩什么玩具啊，你快去洗手一起玩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就马上给他交给老师，我们就又是马上逃走。然后今天已经是一个月了吧，然后我们觉得他已经就是适应了，而且他知道就是学校挺好玩的，因为毕竟他们学校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游乐设施啊，是家里面没有的，对吧？还有很多小朋友，他是很喜欢跟小朋友一起玩的，那家里也没有小朋友跟他一起玩，然后很多小朋友一起玩，然后还可以画画呀，就是在很大的桌子上，很大的纸头上画，那家里也没有这个条件，那还有很多玩具，就是各种各样的，所以他还是挺喜欢的。就是他早上起床我们说啊我们要去学校啦什么什么，去跟小朋友玩，他就很开心的就马上就起来了。所以呢就是我们感觉他适应的还不错，当然呢就是这个话也不能说太早，说不定他又去几次又觉得没意思了，他所有的东西都玩过了，他又不想去了，但是也不能这样。但是啊，之前就是说上学了就要生病了什么嘛，他去上学了之后的确有一个星期我们是请假了，他是有一点咳嗽，那我当时挺害怕的，我怕哎呦会不会是那个新冠啊，就心里面挺紧张的，就一直观察他你知道吗。然后还好他咳嗽了几下就没事情了，然后他把这个感冒传染给了我，我也咳嗽了，但是我们都没有别的就是症状什么的，所以就好了，没过几天
没过几年就好了，就过去了，然后现在又重新去上学，他就很开心。好，就说到这里了。我要去我要去 Whole Foods 去把那个亚马逊上买的东西退退，然后顺便去买点吃的东西。其实去退东西是借口，去买吃的东西才是真的。好，我要开车啦，等一下见。 Halloween 要到了，所以哪里都是南瓜，到处都是南瓜，我们到时候还要去摘南瓜，传统项目。你看他们这边的葱都是这么卖的，那么小一盒$3。You got to pretend to be a fireman? Hi! Today, one person has a hat. Is it? Why should we walk in? Quiet, quiet. Like a fireman. She's a little junior firefighter also. You want to put on your hat while we cross the street? You know what it needs. Chin strap. Thank you.